时候，我是如此爱你。当我还会疯狂的时候，我曾如此爱你。当你还没离开的时候，你是那么爱我。这会儿已经搞定，然后准备进去吃饭，然后搬家，然后再吃夜宵。不是我们搞定，是人家搞定。是人家搞定，我们陪同搞定。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。像你这样。Just wanna love you.现在下午，今天天气还挺好，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，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个直接搬空了，把家收拾好，今天这会儿去还这个车，还完我们就在下图吃喝玩乐。好，他要不你坐里面去吧，没事，坐你去里面。哎呀，来赶快点，我的剩菜那个什么 house special。我的羊肉。这块有更多的呢。放一下，卖相不错呀。这块不好，这是锅小小的。这是干嘛的？放勺子的。它里面有酱，哎，又来了。没见过。羊肉锅。哎，这边。这个还要点火。不烫，不烫没。我等着来料。我等着，来。来了，我臭锅。哎，为什么做我的大？有一个大的摩天轮。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来自哪里，然后存进去，把你的名字，哎，把你的地址再存进去，然后我们发现有好几个来自我们天水的。然后北京的是北京市张瑞，肯定有咱认识的，我感觉。看看。